有时候其实差不多。下了公车，然后要走大概七分钟去缆车，然后边走边吃这个山松邦吉的可丽芝士吧，还热热的，赶快吃。走到底就要看到这个海公山 cable car， 然后还要再走上去，啊，手好冰啊！挑战这个通泵。温妮가빌려주셨어요이거지금趴在地上趴着
我们现在来吃拍崩心脏。原本要吃的是 emoji 呢，但是刚才欧尼说他觉得这家很干净，没有味道，然后他觉得大邱人都会来吃这家，所以我们就改吃这家。晚餐是BBQ的黄根 olive， 早上几个没洗吧？十点。餐的面包热美式，然后还有暖桌，里面也热热的，很舒服。很惬意耶。대구중부군대로의여골목这也是昨天欧尼推荐给我们的路线，然后那里就是教堂，这边有一些古宅。包包十分期待肉泥的运动点，大球猫猫。走。
근데 그걸로 아빠 아빠 那个老爷爷的好，然后他开门进去就是面包店。很多都是卖面啊、刀削面的细店面。要喝，都通不起。超大的一个市场，我们在里面绕了很久，然后走出来居然还有这么大的空间。那我们过来，阿妮姐。阿妮姐的，这个是油里送的。哇，超硬的。保管하기쉽게안그러면상하니까다말옛날에다말려서먹었어这里有卖很多很多的干货的鱼，然后我想要买一个这个，因为以前的山村生活他们有吃这个当下酒菜，想要买一个。갑자기오뎅젓가락烤肠，它出的汤是鸡蛋汤，里面有点饭跟明太，然后老板上了一个恐怖的小菜，我不敢吃，把它放旁边。现在已经10:05，大概5分，回家，累毙了。Hello， 收听。Thank you， 拜拜，拜拜。